科学制定沉降组织方案，合理设置客运流线，优化布局，在进站口、检票口设置老、幼、病、残、孕、军、消防人员重点旅客通道、极客通道和重点旅客通道候车区。北站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在候车区加强卫生保洁、通风换气、日常消毒等工作，在重点部位电梯扶手、候车座椅加强消毒频次。我们一共统筹了210名警力投入深圳北站，确保今年的深圳北站安保万无一失。